觉得还有一点点的不够，所以这时候我很需要两个字 ，Uncle。虽然已经走了大概一半的人，但是我跟你讲，留下来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我们要唱一首新专辑的歌。你们是应该是第一个听到的。因为这首歌，你看我们钢琴坐在钢琴的，因为这首歌编曲还没编好。这首歌歌曲还没编好，编曲还没编好，我们还在还在 demo 的版本。那今天大家谢谢大家来，然后我们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跟关心。那最后我们用这首《天堂》来跟大家分享。这首歌很好学啊，你听一次就会唱了，所以我相信你等一下就会跟着唱了。
强强。